生来台，你赞成两岸学生谈恋爱吗？台湾女生在你的印象当中如何？很个性，她就像不要一样。我来之前，我妈妈就跟我说这样一句话，说儿子，你给我找一个台湾媳妇回来。哎呦，妈妈有认真跟我讲，绝对不可以在台湾找男朋友。台湾男孩子有没有缺点？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太注重外表了。我觉得台湾男孩子好矜持啊，也许是闷骚吧。直接一点吧，不要让我猜好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酒很大。